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1897年年底，梁启超的到来对湖南维新产生了重要影响。得益于谭嗣同的支持鼓励，激进的维新思想从实务学堂生发，传向湖南。1898年的春节，谭嗣同是在南京度过的。这年春节前，他借实务学堂学生放假后之机，前往南京接家眷回乡。一年前，因前往南京任职，他专门把家眷接了过去。辞官回乡后，只得将家眷接回湖南。由于此时已近年关，他只好留在南京过了春节。春节之后，他从南京回返，抵达长沙时已是2月中旬。实务学堂已经开课，他不知道一个寒假过去，湖南维新形势再次发生斗转。1898年2月16日是实务学堂开学的日子，学子们重新返回学堂，投入新学期的学习。此时正月尚未过去，喜庆的气氛仍在延续，空气中却有了一丝硝烟的味道。仅仅几个月后，一场思想界的冲突就从湖南生发，并迅速传导至北京，震荡全国，旷日持久，直至戊戌政变的发生。那实务学堂当时的像那个熊希龄啊、梁启超啊、包括谭嗣同啊、谭嗣长啊，他们是一批主张维新变法的一些学者，所以他们在实务学堂讲课的时候开始就宣讲西方的社会科学，特别是还强调像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些近代的西方的政治理念。那么这种观念一讲的话呢，就引起了当时的湖南一些乡绅，比较守旧的乡绅的密切关注。引发冲突的源头是这些课堂笔记。1897年的寒假，实务学堂的学生们把所做的课堂笔记带回了家，由此惹出了麻烦。那么他们一把笔记带回去啊，然后他们回去放家长宣扬啊，讲他们学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把笔记看，哦呀，那就演得全省的发源，要是说很这些守旧的人啊，那就哎呀，他们学的是这些东西，这怎么得了啊，然后就是反封建，反这个封建礼教的，反礼教啊，反朝廷。满篇悖谬荒唐之言，字里行间充斥着对现行秩序的直接冲撞。谭嗣同在实务学堂所倡导的平权思想，在学生家长眼里简直就是无君无父，大逆不道。这个就思想和原来的三纲是有严重冲突的。三纲强调一个基本的政治的理念，就是君为臣纲，他们是有等级的，臣是附属于君的，子是附属于父的，妻是附属于夫的，这样一个等级制的那个制度和观念。那么强调人人平等，他们就说那就叫无君无父。维新派他们这些抑制君权的思想，伸张民权的思想呢，实际上就是不忠，就是对封建统治的不忠。那忠是第一号的，所以呢，那么君为臣纲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价值选择。在传统皇权体系之下，忠君是维护政治秩序的顶层准则。2000年以来，无人敢公然逾越。抑制君权、伸张民权，就是对这一准则的直接挑战。作为传统伦理秩序的维护者，士绅的地位与权力同样受到威胁。他们惶恐暴怒，拍案顿足，认为学堂如此教唆学子，其心可诛。消息很快被捅到湖南士绅领袖王先谦处。王先谦担任岳麓书院山长，是实务学堂的创办者。1890年代中期，处于时局危亡的刺激，乡中士绅意识到传播心学、培育新式人才的重要性。1896年冬，王先谦正式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请求在长沙设立实务学堂。
湖南的很多学者思想家思想还是非常开放的，所以他们发现，就是因为书院是学的传统的经史之学，包括八股之学，他是培养那个传统通过科举考试啊培养士大夫的这样一个人才。那么到了晚清，因为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因为西学传进来之后，我们引进西方的科技，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从事典籍的翻译啊，从事比方说工程技术人员啊，等等。那么只有新式的学堂才能培养这样一种人，所以当时包括王先谦他们啊，都非常赞成在湖南创办一个学堂，第一所学堂就叫实务学堂。王先谦是同治年间进士，担任过主管全国教育的国子监祭酒，回乡后被聘任为岳麓书院山长。按照王先谦的本意，实务学堂除了学习中国传统经学、诸子学外，也学习算学、格致等西方的自然社会科学，希望培养兼通中西的新式人才。他们并不是天生的保守和传统，他们就是在那个时代按部就班的生活，但是这个国家遭遇到这样的命运，他们也是痛心疾首的，他们也希望改变，只是他们希望改变的思路不一样。他们希望通过强化传统的道德，让人们的话呢，这个更加智仁勇啊，像这个历史上所有那些个民族英雄一样啊，他们是一个旧的思路。所以他在办学办实务学堂呢，他也是希望对传统的文化，对这个这些方面做小的修改和这个补充。所以他们这个思路呢，是一种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和保守的思路。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同湖南知识界其他人一样，王先谦对维新表现出更大关切，他赞同谭嗣同王后之徒的动议，对维新派提出的以地方自治推动中国进步的政治变革路线图也很认同。1897年年底，谭嗣同禀请开南学会，获得王先谦的积极支持。南学会成立当天，王先谦亲自到场祝贺。那么南学会他主要目的开始也是开拓风气，就是向湖南人宣传为什么要向西方学习，为什么要搞阶级制度的改革，就是想透过这种方式来鼓舞士气，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要实行变法。所以南学会他主要是透过讲学的方式，透过讲学来开拓社会风气，是人人知道为什么要这些改革，为什么要这些变法，湖南应该怎么做。所以透过这种方式主要是让人人知道这个变法的重要性。南学会成立这天，省城长沙热闹非凡，湖南巡抚陈宝箴、新任学政徐仁柱等省内高官都亲自到场祝贺聆听演说。南学会汇聚了官商深学各界代表，成为湖南知识界共举维新的一面旗帜。然而这种表面的团结背后，却正酝酿着深层的分裂。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以王先谦为主导的渐进改革同谭嗣同所主张的激进维新形成冲突，并在实务学堂的办学方向上爆发，引发了湖南思想界的大地震。1895年后，因为救亡图存的危机感，湖南知识界产生了共同的改革诉求。得益于新任巡抚陈宝箴的支持，湖南维新改革持续深入，进入深水区。
谭嗣同等青年一派因个人发展和改革举措双双受困于传统体制，因此产生强烈的反抗意识，希望打破现有体制，重建一套新的秩序。这就是他主张平等思想的由头。然而，这一想法挑战了乡中旧士绅的权威和合法性，将他们推向了维新的对立面。而康学的介入则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激化。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岳麓书院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中国文脉在这里传承延续。岳麓书院就在两宋时期达到他办学的当时的最高峰，然后所以他一直就可以元朝、明朝、清朝一直延续办学。那么一直到清朝的时候又形成了第二个高峰，就是因为湖南这个时候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优秀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那么这些学生比方说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导致这个湖南的这个文教的地位、学术的地位大大的提升。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关注人生，既注意终极关怀，诸如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更注重现实生活中功利主义原则，关注国家、民族、区域的兴盛与发达。湖南的封建士大夫啊，一方面这个非常的信奉孔孟之道，三纲五常，追求内圣外王，讲究修齐治平这样的一些大道理。另外一方面呢，王传山的思想特别讲究求实务实，讲究解决国计民生的具体问题。这种经世的思想对近代湖湘人士的影响非常深。这两派观点就在湖南都表现得非常突出。一派的话呢，就是我说的这派，像王先谦这一派啊，他们都是非常坚定的捍卫的原来的纲常伦理和政治制度。而另外一派像那个维新派，就是像谭嗣同、谭才常这样一批这批人物，他们就开始认为中国必须要改革，在政治上改革，而且要在思想上要变革。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这两种思想凝聚在救亡图存的主题之下，表面上和衷共济，实则暗流涌动。到了1897年年底，伴随着外来力量的加入，隐藏的矛盾被激发了。所谓的外来力量，就是湖南士绅一直警惕的康学。康学的引入者正是谭嗣同。谭嗣同认识康有为是通过梁启超。1895年，梁启超来京创办北京强学会，期间结识了谭嗣同。世家子弟气宇轩昂，纵谈千古，梁启超大为敬服，遂与之定交。梁启超随后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专门介绍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夸赞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在听闻梁启超结交谭嗣同后，康有为很是在意。谭嗣同是一个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叫做高干子弟，他的父亲都是这个我们说省长级的干部，所以他们自有一个这个贵族子弟的圈子，又年轻，又有改革的激情，又有家庭的背景，又高位，所以我就说他从经历上说，其实跟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人。康有为出身普通，却有僭越秩序之心。从1888年起，他就以普通士子身份向光绪皇帝上书，阐释自己的变法思想，希望能够引起朝廷的重视，最终受到重用，入住权力中枢，实现人生抱负。
他就要效法孔子，就要做帝王师，就要做一个素王。中国传统的所谓素王，就是刚才我说，就是无冕之王，就是帝王师。这个中国历代的很多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家、改革家，都是这样一种角色。我们早就可以，比如说周公、孔子、董仲舒，甚至包括朱熹等等，都是这样一种人物，就是通过他们的思想去影响帝王。1890年代，康有为一边参加科举考试，一边开馆授徒，传播自己的变法思想。1895年，他终于经由公车上书而声名鹊起，成为维新变法的一面旗帜。结识谭嗣同时，正是公车上书之后，当时康有为正在极力推广自己的思想，扩大维新阵营。他的影响力仅在广东与京城，尚未波及思想重镇两湖地区。谭嗣同的身份有助于此。1895年冬天，他专门委托从上海回乡的湖南籍维新人士烧自己的著作给谭嗣同，请其指教。维新派的精神领袖意外眷顾，千里赠书，谭嗣同受宠若惊。他说：“南海何由知有嗣同，己欲为一书道义，而究不知见之之由与一词书之意何在，五内彷徨，悲喜交集，已步17时，苦于无从说起。”谭嗣同自此正式开始了对康有为学说的了解。越读他越感到惊讶，自己与康有为从未谋面，思想却大有相通之处。谭嗣同此前认为周公之法是最好的，但这种法传之后世而愈变愈坏，这情史也荡然无存。维新就是恢复周公之法，而康有为的变法是脱骨改制，排除孔子为其变法的旗帜。二人变法思想如出一辙，谭嗣同不无感慨：先生思想且微言大义，竟与同所冥想者十同八九。谭嗣同本人呢，其实读了这个《长兴学记》以及这个《新学伪经考》之后呢，他在给他的好朋友唐才常的书信里面在讲，他说这个和嗣同自己，我自己所探索的，我自己进行的这些理论探索，其实是十同八九啊。当然他也说了一些有不同之处，但是对于那些很认同的地方呢，他也积极探赏。谭嗣同自此对康有为更加仰慕，迫切希望能够有机会亲自会晤康有为，当面切磋。1896年，谭嗣同前往上海时想拜访康有为，不巧康有为正好南下广东，没有遇见。直至1897年再次来到上海时，谭嗣同才真正见到康有为，这已是他慕名2年之后。我相信在谭嗣同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心理当中，也是一个很有仪式感和标志性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借由梁启超的引介之下，终于见了面，并且当面的交流了他们的这个对于思想层面上面的这些探讨，对于这个救国理念上面的这些探讨。从这儿开始，谭呢就成为了这个康有为的思想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粉丝。1898年3月，谭嗣同在得知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后，大加赞扬，他将其刊登于《湘报》，并评论说：“先生于是奋不顾身，复朴而见，晋王莫如晋我，言人所不敢言，其心为支那40000000人请命，其书为国朝260年所无也。”谭嗣同没有想到，他对康有为的支持引发了湖南知识界的不满，包括其好友陈三立及恩师欧阳仲谷在内，都明确表示反对。
南知识界受理学传统影响，一直对怀有野心的康学很不感冒。他们认同改革，但从未想过僭越现有体制。在后来攻击康有为时，湖南士绅直指康学为野狐禅、旁门左道，严重危害儒家文明。由于此时谭嗣同的人学尚未面世，湖南士绅便认为实物学堂的民权思想是由梁启超从康有为处带来，因此便将矛头指向了梁启超和他背后的康有为。1898年4月，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收到书院同仁的控告信，信中引证梁启超等人在实物学堂的课堂批语，直称他们是无父无君之乱党，用民权平等获势，是率天下而乱，要求王先谦作为士绅领袖不应该再缄默，否则将上负军国，下误苍生。王先谦此前已对维新派激进言论有所不满，但顾虑到实物学堂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而且牵涉到湖北巡抚的公子谭嗣同，不宜轻率行事。此刻看到梁启超等人的课堂批语之后，认为有了确凿证据，可以公开表态了。王先谦随后联络叶德辉等10位湖南士绅名流，向巡抚衙门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乡绅公呈，控告梁启超等实物学堂教习，自命西学通人，世界康门谬种。谭嗣同、唐才常备为之乘风扬波，诱导无知学子信奉阴行学说。他请求陈宝箴对实物学堂严加整顿，辞退主张义学之人，以正学风。陈宝箴收到这份控告信，左右为难。陈宝箴这个时候他的态度呢，实际上是一种折中派，他既要阻止他们这个激进化，也要保护他们的这个积极性，所以他是比较为难。作为湖南变法运动中的关键人物，陈宝箴是开明的爱国者，他支持办南学会，开实物学堂，发展新式工矿企业，创立乡报和乡学报，也赞同做一些改革尝试。对谭嗣同等人的观点，陈宝箴也有部分赞同，对于其激进的一面也有一定的理解与同情。他原来在谭继寻手下做过官，同时呢他对谭家呢这个公子是吧，他也非常爱惜，请从上海叫他回来，就是他叫回来的。他曾经还安排他到日本去学习，后来这个谭继寻不同意，最后跟张之洞说不能叫孩子上日本去学习，他性格比较激烈，最后就没让他去。所以这个渊源也造成了他对谭嗣同的这种爱惜和保护。这是老领导的孩子，你不能叫他出事啊，是吧？由于此时梁启超已经因病离开了长沙，保守派的矛头显然是指向实物学堂的总理熊希龄以及两位协理谭嗣同和唐才常，更深一层则是直指湖南新政的方向。新政推行2年来已触动深层利益，阻力全面呈现。陈宝箴明白，如果遵从王先谦等人的意愿，将会极大挫伤维新人士的积极性，改革可能倒退，新政也会夭折于襁褓之中。但是作为体制内的官员，陈宝箴也意识到谭嗣同等人所倡导的民权思想已经踏进了禁区。乡学报是湖南最早的期刊，乡报是湖南最早的报纸。在这之前，湖南的文献形式就是头书，在这以后，这种西方的文献形式就进入了湖南，然后呢，而且是很快乐就得到了急速的发展。西方知识大规模传入湖南最主要的媒介就是这两种期刊，他们发表的文章，我们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过激啊，或者是不妥之处啊，但是它对启发人们的思想，不能是对他的自然科学的思想、自然科学知识的，或者是社会科学的，实际上都有一个启蒙作用。特别是对于后面的一些维新思想，以及随后的那种排满
革命的思想了，实际上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蒙作用。这里就是这两种刊物。乡报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主办的一份报纸，主要介绍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变法思想。三月中旬，乡报刊出一篇十五学堂学生易奈所写的文章《中国已以弱为强》说，其中写道，中国应该改变立法，改变服饰，全面学习西方制度，与其他民族通婚，以保留人种。这一激进言论引起湖南知识界大哗。湖广总督张之洞看后，专门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称此文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山坡，必致匪人邪士唱为乱街，要求马上干预阻止，予以更正。张之洞在写给陈宝箴的信函末尾专门附言，鄙人撰有《劝学篇》一卷，大意在正人心，开风气两翼，日内送呈，并其次较洽。张之洞的思想完整体现在他所编著的《劝学篇》中。张之洞认为，无论中国进行怎样彻底的改革，中国人都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自己还是中国人，中国还是东方的中国，中国有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立国之本。张之洞尽管他对西学持开放的态度，但是有两个东西，有两个底线他是绝对不能逾越的。第一个就是制度的层面，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政体，这个民主政体啊，包括所谓的这个君主立宪制度，张那是绝对不敢这个越雷池一步的，他也持反对的态度。第二个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个伦理道德，这个是绝对是要以我们的这个为基本的一个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中学为体，这就是说要以这个为根本，以这个为根本，那个绝对不可能突破这样一个东西啊。在张之洞的压力下，陈宝箴不得不责令乡报整改，并以湖南学政名义回函向上司张之洞解释致歉。张之洞同步下令封禁了该报在湖北的发行。新政遭遇上下夹击，陈宝箴已感独木难支，但又不忍半途而废。处于保护改革的目的，他顶住压力，一面接受王先谦等人的意见，对十五学堂提出整顿，一面要求追究检举揭发梁启超等人言论的岳麓书院学生妖言惑众的责任。然而，这已不能阻止更大风暴的到来。张之洞对维新派曾一度支持，他原来想以1200两白银的年薪聘请梁启超为两湖书院院长，但梁启超没有答应。康有为在上海期间，张之洞也曾多次与其会面，并捐银1500两作为强学会筹办经费。后来因为不同意康有为孔子改制之说，双方渐行渐远。对陈宝箴推行的湖南新政，张之洞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支持的，直至民权言论的出现。张之洞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湖南维新的方向。张之洞表态之后，湖南维新就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不过，谭嗣同的人生却意外地迎来了柳暗花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